你也不喝酒，喝点果汁吧。林医生从来不喝果汁，他一来这儿都点红茶，对吧？是这个吗？啊，对。给。看一下。谢谢。尖叫什么不行的？哎。林医生，我也想要一杯红茶，谢谢。好，不能光看脸。林医生，我也想要一杯红茶，你自己倒。凌睿的爱人是吧？刘教授，你叫我小鹿就行。啊，小鹿啊。 你和凌睿的生育计划搞得怎么样了？正在紧张的筹备中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个弟妹，我们院这高岭之花凌睿，不太好搞定吧？嗯，确实有一点点。林医生确实挺让人郁闷的，他每次进手术室之前都要讲笑话。 而且是特别冷的那种，翻来覆去就讲那么一个，你说我们又不能不笑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每次都是我们在配合他嘛，就是给他面子，我早就懒得说他了。是吗？是啊。是，你问他们是不是？确实是。其实他只有第一次说的时候特别好笑，但是他一直说，到后面大家又怕驳他的面子，就什么笑话呀？都说不好笑，还是不说了。 彭博，什么笑话啊？你来让林大医生自己跟你说吧，这样他下次就能换一个笑话了。是，该换了。确实不怎么好笑。确实。那个笑话从最开始他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没意思，但他自己很喜欢。我去洗手间啊。刘胜，我去陪他。去吧。我有一个笑话啊。凤宁。 果汁只喝红茶对吧？对对对，对你个头啊！林医生，我也想喝一杯，给我倒一杯吧。倒倒倒，你怎么知道给他倒就不知道给我倒一杯啊？林医生第一次说这个笑话的时候还挺好笑，后面听多了就不好笑了。不好笑你笑什么呀？哈哈哈哈！全都逗在笑，就我一个人没听我这个笑话，怎么知道跟我说一下呀？陆凤宁，你这样不好，你这样生气都不漂亮了。你忘了今天来之前，啊，你说过什么？要优雅。 要从容，要微笑，要坦然。